再来一下。嗯，再来一次。OK。在开始以前，在第一次牵手之前，很巧的情节，遇见你几乎每一日上演，差几天心被靠近的体验，翻着脸，生怕被发现，喜悦万千，故事像默剧电影，黑白照片滚动播放，但全失了声音。爱情就像调味品，就在怀念时物转换交替，没了踪影。